天气变温暖，想要欣赏樱花呢，现在不必舍近求远，透过网络的 APP 就可以按图索骥。北市府推出赏樱微旅行情报站，特别按照行政区标明樱花种类、种植株数跟当周花况查询，只是实地走访，结果却让人吓一跳。标明三樱花满开状态的中泉公园，万绿丛中一点红，附近居民说盛开时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大家都喜欢。那有的人想带着小孩子来玩，早一个月吧。那开的话，大概整个花还看着蛮漂亮的。那现在已经是末期了，好像开的不够多。另一头标示八成开的兴隆公园，到现场也是零星几株的山樱花，开花状况不是很理想。阿里山则涌入人潮，跟缤纷的鹰王吉野鹰合照留念，虽然跑的距离比较远，也值得。鹰王感觉怎样？算蛮美的。觉得值得就对了。冬末春初是赏樱季节，不过民众出发之前能有完备的资讯情报，就能避免扑空，开开心心赏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